我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在渴望得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认可。在斯雷顿的成长过程中，爸爸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不太存在的。在他的印象中，父亲曾是美国海军，但后来却染上了许多恶习。自从海军退役，我父亲越来越被酒精折磨，情况越来越糟。作为成年人，我现在回头看，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也是十分糟糕的，经常打架，不断的冷战。父亲平时很少回家，但每次回家带给孩子们的不是亲戚交流，一起玩耍，而是暴躁的脾气。我的父亲脾气非常不稳定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进家门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。慢慢的，酒精和其他有害的习惯使父亲和家人渐行渐远。他给我和哥哥们写了封信，信中的内容基本上就是：再见，我离开了，我不希望你和我联系，不想和你通电话、信件，我后半生都不想再和你说话。20多年来，斯雷顿再也没有收到父亲的音讯，直到有一天，律师打来电话，告诉他父亲已经过世，死的时候孤苦伶仃，非常痛苦。在他的书中，斯雷顿这样描述父亲。他一生所指望的东西，像是金钱和权力，完全落空。他到头来是为自己而活，独自死去。他完全是自食其果，是我所认识的最悲哀的一个人。说他不是好爸爸，还太客气了。幸运的是，斯雷顿的童年，他还有另外一位父亲，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华裔小伙伴Ken 的爸爸张伯伯。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，他们带斯雷顿就像家人般亲切温暖。当我13、14岁的时候，我的华裔爸爸给了我第一本圣经，我当时竟然说没有人再相信圣经了。 Ken 常邀请斯雷顿一起探讨信仰问题。几年后的一个晚上，两人经过一场精彩的辩论之后，斯雷顿怎么也睡不着。我睡不着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于是呢，我来到湖边散步，湖面很美。我一边走，一边看着天上的月亮，说：上帝啊，我不知你是否在那儿，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，但如果你真的存在，求你显现给我看。斯雷顿的情绪再也无法平静，童年时被父亲离弃的委屈和孤独感一下子被一种莫名的感动所取代。斯雷顿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爱包围着，他决心接受这个信仰。我相信上帝听了那个祷告。受洗之后的斯雷顿在他的经历中，通过 Ken 和其他朋友以及身边接触到的每个人，更加体验到上帝给他的大爱。从此以后的几十年，我就在挣扎中见证了一个基本事实：我自己的父亲离弃我，但我有一位天父非常非常爱我。现在斯雷顿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他的著作《Be a Better Dad Today》在美国大获成功。斯雷顿忘不了他的华人家庭给他的爱，他把自己写的书翻译成中文，希望祝福到更多华人的家庭。我的华人家庭对我来说是何等的祝福，
我想我这本书是为了华人而写的。